将军哥，我们现在是在室内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车子的声音呢？你把第二幕的放掉进来。就是因为我们有室内车。室内车。对。是我们的俊良先生。然后那个第一幕好像没有背景音乐那个。哦。加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化妆。叔叔，这你看，刚走路走的真的很有气势。嗯，来，等一下。嗯，好，所以变海产了呀？没有，你写晒呗，你问海产，不会相片摕出来，可能不会相片。